要带大家跟我们一起去爬山。然后那个国中场在后面，然后就高中的。喜欢爬山吗？喜欢哦。为什么喜欢？那有想要约谁来爬山吗？新乐与雅，还有谁？俊宇。其实带小朋友来爬山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在路程当中呢，我们可以了解说啊，这个地形啊是怎么样，我们要怎么样踩我们的脚步才比较不容易跌倒。再来就是其实爬久了他们也还蛮乐在其中。有蘑菇的树干哦，树枝哦。你今天有跟我走这一条路，否则我就看不到他了，对不对？他走了，你这样沿路捡、沿路爬，好像会很烂哦。哎呦，加油！啊！更长了，妈妈，我。树更长了，最这边都被盖住了，我都起血了，头上都搓得出汗了。好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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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们走多慢。不是，是你们自己脚程慢，好不好？自己这样走。你们今天走的特慢的。有时候想要晃。走了。人太多了。走下去。这一块好像特别有养分。因为你看这一块就特别好像凹进去，应该是矿物质。